香港沒有人學，沒有人入行，個個去讀書讀博士，沒有人做手工的。 我个名叫陈乐才，我而家做紧咧七笼收尾就冇整到笼。我13岁做呢行，跟我舅父做，我两个师傅，我舅父第一个，另外仲有一个最有名嘅香港叫做卓康。 第一流嘅做一个做咗好多时间嘅，如果由头做到尾，一支竹翻到嚟，开竹刨竹，边个位啊边个位用嘅，咁又有分嘅，有啲形式唔系求其揽埋一个圈咧就做晒成个雀笼嘅，有分别嘅，边个位置就可以做呢度，边个位置可以做其他嘅。 有得分別嘅，對識咧你就曉咁分，唔識咧就亂咁嚟。通常玩七籠咧就唔係。 你話玩幾多次咧？日日做嘅，要有個時間，有個程序嘅。七年一次咧，起碼過幾個月之後先出第二次嘅。如果你今日七完聽日第二出咧，個籠就反為唔靚。急急功近利咧就冇用嘅，一定揾個時間栽培嗰樣嘢先有用。 我哋呢行咧可以講係夕陽工藝嚟，冇人話整啲黑人少玩，而家咁樣，而家啲人唔學師嘅，一係咧就翻所謂工業學院，一係咧就出嚟打工咧要揾到幾多錢一個月嘅。 如果叫學師咧，而家咧任何一行啊，而家即係以工藝為講啊，冇人學師。政治係幫咗一樣嘢，呢度有條雀仔街，但係除此之外咧，都好多十分之八都幫唔到嘅。嚇，佢咧只有踩低啊，有份。好簡單，唔俾雀仔搭車嘅養雀仔嘅，你雀隻都正常啊。 你又唔俾佢搭車，撳住有啲老人家退休，咁啊得閒冇事，冇理由喺咁一笪地方玩噶嘛，雀仔要中住周圍行啊嘛，政府真係處理呢樣嘢係失敗。玩家就好難講嘅，嗰而家啲人嘅都一樣有人玩，不過個用嘅方式冇舊仔咁嚴格咁挑選，即係求其都仲得咁解。以前老一輩啲人玩啊要求高啲，即係俾到尾官啊，成啊趁只雀啊揾個籠啊，趁乜嘢都好啊，都係講究些少。 或者後期仲有啲人都仲可以交到功夫嘅，即係唔好話再好啲，即係叫過得去算啦都有嘅。有啲人有啲咁啊，有啲人有啲工藝嘅心得嘅，中意整嘢嘅有啲，但梗係嗰個程序方式梗係冇咁好啦，係嘛？梗係爭啲。